13岁以下需家长陪同才可观看，它可能包含了一些镜头、句子和语言，不适合儿童。夜，鸡坐床头，手脚乱动，突然抓住夫小鸡鸡，一阵猛揉，遂坚硬如棒。夫便欲脱鸡衣。妻问：干嘛？夫问：你干嘛？妻答：明天考驾照，练练挂档。